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 366一四新，我们的老朋友问鼎股王，但谁是下一档会跟上的大标股呢？加入 David 的 Light 生活圈，以及锁定我们的 YT 频道，你最爱的 AI 标股通通在里面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